第二题，有关电功率的单位何者正确 ？A. 伏特是电压单位 ，B. 安培是电流单位 ，C. 焦耳是电能单位，朱瓦特是功率的单位，当然也是电功率的单位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有关于电功率的单位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朱瓦特。